眼皮能把鬼识破。到了，我得赶紧送去，大王一定等急了。哦，好大的神火呀！烤啊！哎，来，再加点硫磺。哦，加水银。都不行，给我加朱砂。不，万万不可。那还是加硫磺。不，加朱砂。加硫磺。听我的，你们没错，要加硫磺才对。哦，应该是加水银。嗯，硫磺。三位大仙，小小薄礼，请笑纳。歪和尚又送蜜糖来了，好甜呐！大哥，该赏啊。该赏。不敢。来，你也尝尝我们的仙丹。这一来，你又能多活100岁。多谢各位大仙。悟空，前面山坳里好像有座寺院。嗯，那寺院的围墙好像有些怪。嗨，寺院就是寺院，怪什么？今晚就住在那里。哎，祖师爷回来了！师祖，袈裟没少吗？一共999件，一件也不少。啊，嗯，啊，有客人来了，快把袈裟收起来。是。悟空，师父。怎么停下了？走着去。离庙还远着呢。你呀，
离菩萨近了，要恭敬一些。是。观音禅寺，阿弥陀佛。什么人？我们是过路的和尚，快开门呐！本寺不收挂单僧人，到别处去吧。你，悟空，贫僧由东土大唐而来，往西天取经，路过宝刹，天色已晚，请各位师父行个方便。哦，大唐来的，你等等，我去回禀师祖。多谢师兄。师父，你何必与他们客气？依我看，还不如我。你们，我们师徒二人打扰贵寺，请恕罪。好了，大师请进吧。多谢师兄。请随我来。高僧到来，有失远迎，不敢打扰了。菩萨，哼，是个只会拜佛的呆和尚。师祖，这猴和尚好凶。大师，方丈请吧。大师千里迢迢而来，怎么没有行李呢？哦，有这个包袱便可。哦，那一定是大唐的珍宝了。方丈开玩笑了，出家人要珍宝有什么用？不错不错，多半他们不是大唐高僧，他们是信不过咱们，不肯拿出来看看。既然如此，趁早走吧。宝贝是有，只怕你们不识货。拿不出来不要紧，也不用吹牛。悟空，不许胡说，不过是件旧袈裟，平常的很。是宝贝，天下第一的宝贝。天下第一？你们笑什么？我们祖师爷是收藏袈裟的行家，天下所有名贵的袈裟全在他那儿，一共有999件。千件万件也比不上我师父一件。出家人不许说谎。哎，拿出来看看嘛。不不不不不，悟空，还是猴师傅爽气。悟空，哎，请看。嗯，好一个天下第一，就是天下第一。吃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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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我的袈裟怎么破成这样了？你穿多了就破了呗。好了好了，你们来看。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。哎，二位请看。啊，真了不得。见笑见笑。大师请看。这银丝袈裟是有300年道行的东方高僧的，这金丝袈裟是有500年道行的南方高僧的，这珍珠袈裟是有800年道行的西方高僧的。至于这宝石袈裟更加了不得，是有1000年道行的。得了得了，跟我们的比一比，这些全是垃圾货。嗯，你还敢嘴硬？大唐高僧绝不会穿这么破烂的玩意儿，你们一定是骗子。来人，给我把他们赶出去。悟空，这嗯，哎，哎，哎。
敲敲敲！天哪，这太妙了！不光是妙，穿了它还能延年益寿，穿一天多活一年。穿一天多活一年。我的袈裟怎么会有这么多本事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这是天竺国的黄金禅杖。大师，您这是换你的袈裟怎么样？哦，不不，你再看，这是波斯国的宝石桂冠，上面有世界上最大的夜明珠。不行不行啊，这只宝玉瓶比观音的还要大一倍。菩萨恕罪。再加上这寺院，换不换？阿弥陀佛，不换不换，少啰嗦。想想吧，此去西天何止万里，妖魔鬼怪成百上千，不如趁早把袈裟换成金银珠宝，回东土享福去吧。这话有理，师父就跟他换了吧。不许胡说，再胡说我念紧箍咒了。看来长老这儿不方便，我们还是去别处借宿吧。慢，高僧，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啊！这，我这两百年算是白活了，这么好的袈裟却与我没有缘分。那么让我穿上一个晚上，我也心满意足了。看哪、啊，你看你看，连菩萨也同情我了。难道真是菩萨的旨意？我说师父，你就借给他穿一个晚上吧。多谢大师，快快请起。总算给我骗到手了。穿上试试，归我了。莫非有人弄鬼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救我！哟，救你不难。菩萨救命！菩萨救命！穿着袈裟千万不能生邪念哟，要念阿弥陀佛才行。阿弥陀佛。好了，原来只要念阿弥陀佛就行，什么正念邪念的，我非得把它弄到手不可。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好了，下回我让别人穿上，就成了抓人的法宝了。宝贝袈裟，他要永远归我。这容易把他们一刀斩了。不行不行，那个猴和尚好像挺有本事。哎，咱们不用刀，都过来。
上。动手吧，好，好好听着，我让你们到阎王那儿取经去。大哥留步，我等就此告辞。二位贤弟走好，仙丹炼成后可别忘了我白兄弟。哎，还有我郎大哥，哈哈哈，那还用说吗？一人得道，大家升天，我兄弟绝不会独吞的。哟，那边失火了。哈哈，我最喜欢看火烧。看那儿，好大的火啊！烧吧烧吧，反正烧不到我们头上。我要回家睡觉了，明儿见。兄弟，我也走了，我去看看，说不定能趁火打劫，捞些好东西。变变，两个取经的和尚要烧死了，宝贝袈裟永远要归祖师爷了。烧吧烧，哼，没那么容易。嘿，俺来也。啊，想算计我们，没门儿。啊，鬼啊，想跑。连锅端，还哪里走？鬼！哼！还我宝贝袈裟！宝贝袈裟，你别过来！我怕鬼，就凭你那些鬼把戏，也想来算计我们？你来看，快点，你过来。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师父，原来没烧死。师父，悟空，天亮了，快去取回袈裟。哎，师父，你看看吧。嗯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都是这群坏和尚啊！他跑了。坏和尚，快把宝贝袈裟还给我！被人偷走了，不信你看。胡说，是你自己藏起来了。真的，我没屁。看来你是不打不老实。嗯，怎么办？
何也是死路一条，烧死他。师父，你看。哎，阿弥陀佛。大师总好。快说，宝贝袈裟藏哪儿了？都是死老鬼他搞的鬼，我们真的不知道。我早说过别拿出来，你偏不听。附近有没有妖精？有，黑风洞有个熊皮怪，祖师爷常去送蜜糖，妖精给他吃金丹，所以他活了200岁。一定是那妖精偷的。悟空，没有袈裟怎么去得西天？快去把它找回来。师父放心。快去快回，多加小心。我一定把它找回来。西天去。